如果你卡里突然多出300万现金，你会不会像他一样回到公司拿起键盘走向自己的领导，或者欺负自己的同事，然后抽他？你别看小帅现在这么硬核，在前一天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屌丝，干着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，银行卡里取不出10块钱。虽然有个女友，但跟自己的同事搞在一起，心里虽然清楚，但也敢怒不敢言。直到在超市遇到这个大美女，只用了短短6个礼拜的时间，就将小帅从普通人转变成顶尖杀手。美女叫阿花，上来就说小帅爸爸死了，一下给小帅整糊涂了。咋嘛事儿？还没等小帅说话，美女突然掏出手枪，把小帅拽到身后，直接开枪。一个杀手几乎同时开枪，2颗子弹碰撞在一起，瞬间超市变战场，小帅哪见过这场面，还是赶紧走为上策。没跑一会儿，杀手也从后面追来，但阿花的操作简直神乎其技，一个神龙摆尾就这么把小帅装进车内。但杀手还是紧追不舍，在后面连开数枪，阿花也不客气，打碎玻璃拿着枪爬出去，跟他对着干。突然一辆公交挡住杀手视线，杀手枪一甩，直接打出2发拐弯的子弹，子弹正中阿花车子的轮胎。失控的同时，前方也出现佛伯勒围堵，阿花赶紧爬回车内，加大油门一个侧飘，车子突然凌空飞起，一招乌鸦坐飞机，落在对面公交车上，直接干翻公交车，顺利逃走。小帅也终于扛不住晕了过去。小帅被阿花带到一个纺织工厂，一个老黑走过来，话都不说，直接递给小帅一把枪，要求小帅开枪打掉苍蝇的翅膀。小帅一听傻眼了，你这老头莫非是忘记吃药了？但小帅突然感觉后脑勺一凉，数3声，你要是不开枪我就开枪。无奈小帅只能拿过手枪，在性命的威胁下，突然小帅心跳加速，苍蝇就像被放慢了10倍。数到3的同时，小帅也开始开枪，子弹准确无误的打在翅膀上。小帅看着手里的苍蝇，翅膀虽然掉了但还活着，给自己都惊呆了。此时老黑也开始告诉小帅，这里叫兄弟会，是个杀手组织，你父亲是这里的顶尖杀手，但前几天被一个叫红十字的人杀了，你跟你父亲一样是个天生的杀手，希望你加入兄弟会为你父亲报仇。而你父亲生前的财产已经全部打到你名下，本来是很平常的一天，一下经历这么多，让小帅有点受不了，所以还是赶紧先离开这里。人们有时候就是这样，突然发生太多自己接受不了的事情，就会先睡一觉，醒来后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梦。小帅也这样，可当自己身上的手枪掉下时，他才肯承认这不是梦，一切都是真的。他赶忙藏起手枪，然后找了一处提款机，开始查询自己的账户余额。这一查，我这个乖乖，原本没有1毛钱的账户，此时多出了300多万 money。这下对老黑是完全相信了，怎么办呢？先回公司让自己好好出口气先，先对着老板说出一句心里话。Shut the fuck up！然后转身拿起键盘，朝这个人走去。这人表面跟小帅称兄道弟，暗地里跟小帅的女友没完没了。一个字，痛快。别看小帅这么硬核，前一天还是个屌丝，只是突然得知自己老爸是个顶尖杀手，自己卡里还多出300多万 money， 才敢这么飘。但这些可都不是白给的，这不刚出来，阿花就已经驱车在公司门口等候。小帅也不磨叽，直接上车跟阿花走，来到兄弟会。老黑已经为他安排好训练他的师傅，帮他练扛揍的师傅修理工，每天任务就是揍小帅，教他刀法的杀猪佬。虽然是杀猪的，但是一手刀法使得出神入化，训练的时候也是毫不客气，刀刀到肉。第一天训练才过一半，小帅已经半残晕死过去，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浴缸里，全身被蜡包裹。原来这是兄弟会的特殊药浴，什么枪伤、刀伤、骨折的，只要没死，在这里泡上几个小时就能完全康复。最后一项训练的便是枪法了，但不是普通的枪法，是可以让子弹拐弯的枪法。小帅觉得这不太可能，老黑上来就说了，其实很简单，一点都不难，只要你开枪的时候手甩一下就行。不信你看，老黑手腕一甩，同时开枪，子弹拐弯，越过死猪正中靶心。就这样，小帅每天重复着一样的事情，被打残然后被治好。但不到6个礼拜，小帅在其他训练上就已经过关，只有枪法这一块一直过不去。但这一次阿花想出一个办法，让自己站在猪的面前，让小帅开枪，你要是不能让子弹拐弯我就得死。虽然压力很大，但还是选择开枪。果然有压力才有动力，小帅最终还是完成了枪法训练，正式成为一个顶尖杀手。老黑也开始正式向小帅介绍兄弟会。原来兄弟会早在1000年前就成立，1000年前一群织布工在这织物上发现一种神秘语言，这些语言通过破解拼凑起来就成了一个人的名字。织布工认为这个人是被命运安排要接受死亡的人，因此便成立兄弟会，将这些人列为刺杀目标。而兄弟会的人也只能杀名字出现的人。老黑边说边解密，没一会儿小帅的第一个任务就出来了。小帅纳闷了，我不是来杀红十字的吗？老黑也只是告诉他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小帅无奈只能接下任务，但小帅始终无法接受，只凭一个名字也不知道对方是恶还是善，就必须将这个人杀死，简直太离谱。果然第一次执行任务以失败告终，小帅最终还是没能开出枪。回到兄弟会，阿花跟小帅说了自己的经历。以前有个人的名字出现，兄弟会的人把这个人放走了。没过多久，阿花的全家就被这个人杀害，并告诉小帅：“你杀一个人，也许可以拯救1000个人。”虽然若有所思，但第二次执行任务，小帅没有半点犹豫，手用力一甩，同时开枪。 正中心脏，这不，斩草要除根。这时杀父仇人已经找到小帅，小帅发现后优先开枪，杀手也不慌，直接用子弹挡子弹，随后立即逃跑。小帅也直接追了上去，但这一追不但没追到杀手，还把赶来帮忙的同伴误认为杀手，开枪误杀，自己也中了杀手一枪。虽然自己有药浴治疗，但这同伴是救不活了。这次老黑说什么也不愿意了，小帅非报仇不可，也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红十字的名单。小帅在一辆火车上找到了红十字，两人几乎同一时间开枪，两颗子弹碰撞在一起。这时一个女人 受到惊吓跑了起来，小帅甩手打出拐弯的子弹，但红十字也几乎同时打出来，两颗子弹再次碰撞。这时，一个乘务员突然拉下应急手刹，火车瞬间急停，导致火车尾部失去平衡甩出轨道，顿时整俩火车有一半脱离铁轨，重重砸在悬崖边上。小帅这一劫正好脱落掉下悬崖，自己悬挂在半空中。就在快要掉落的瞬间，一双手抓住了小帅，没想到是红十字。小帅有点不明所以的看着红十字，还是选择开枪打中他的心脏。红十字在倒地瞬间，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将小帅救上去。 接下来意外的事情发生，红十字顶着最后一口气告诉小帅：“老黑说的话都是在骗你的，我才是你爸爸。”小帅想追问到底，但红十字已经驾鹤西去。此时阿花才慢悠悠的出现在小帅身后，告诉小帅红十字说的是真话，而你的名字也出现在织布上了。小帅一听，瞬间明白自己被骗了。没等阿花开枪，就打碎火车玻璃，两人顺着悬崖掉落，幸好掉在了水里。当小帅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又来到一处陌生的房子，而对面居然就是自己住的地方。原来是这个老头救了自己，他把所有事情的真相都告诉小帅。原来老黑有一次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出现在织布上，怎么办呢？谁都不想死，对吧？于是老黑私自修改了 刺杀名单，从此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利用织布机牟利。而自己父亲知道后脱离兄弟会，一直在找机会暗杀老黑。父亲过于厉害，老黑和兄弟会的成员根本无法对付，于是就想到了培养小帅，让父子俩相互残杀。父亲一直以来也没离开过小帅，一直住在对面默默关注他。之所以不出现，只是碍于杀手的身份，不想把小帅卷入这些是是非非。一直以来追着小帅不放，也是想把真相告诉小帅，但一直受到兄弟会的阻拦，还让小帅误以为父亲是想弄死他。最终还是让老黑得逞了。可惜 老黑的计划还是出了纰漏，没能弄死小帅，也知道小帅会回来报仇，便做好一切准备等小帅上门。但他没想到小帅直接拉了一卡车老鼠，用卡车冲破大门，把老鼠全部放到织布厂里，鼠群瞬间蔓延整个工厂。而仔细一看，每一只老鼠身上都绑着小型炸弹。接着整个工厂接连爆炸，还没开战，兄弟会就已经死伤过半。小帅也趁机冲了进去，打了兄弟会一个措手不及，就连曾经的师傅也是毫不留情。显然一般的卡拉米都不是小帅的对手，没一会儿就杀到了内部，找到老黑，但老黑也 是早有准备，真正的高手都在这里等着小帅。小帅将老黑自己的名字出现，包括他伪造名单的事情都说出来，所有人都有点惊愕。老黑此时也拿出一大叠名单，挨个慢慢发。原来在场所有人都已经在名单上出现过。发完名单，老黑直接问了：“你们是要跟着我干，还是自己吞枪？自己看着办吧。”小帅此时也觉得自己死定了。阿花却微笑着看着小帅，忽然手枪一甩，打出一枪，子弹围着房间转圈，穿过一个又一个人的脑袋。可能是自己经历的原因，阿花一直坚守这个信念，选择解决名单上所有人，包括自己。 等小帅捡起枪，阿花已经倒地。在追出去的时候，老黑也已经逃跑。去到取款机一查，账户里的钱也是一分不剩。得，自己又变回穷屌丝了。画面一转，小帅出现在原来的公司上班，老黑也悄然出现在身后。可老黑怎么也想不到，真正的小帅正在远处拿枪架着他。 短短6个礼拜，小帅从屌丝变成一个顶尖杀手。如果你想改变自己，你认为你需要多长时间呢？